从古至今，优美凄凉的爱情故事屡见不鲜，分隔两世的人鬼之恋百听不厌，但是各种动人的结局却始终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今天欢迎各位收看《王牌剧场之倩女幽魂》。这柳荫高台奏着笛声，榜儿敲着三更，吹着柳声。师父师父师父，我顿悟了，我顿悟了。哎，酒也空空空啊，色也空空空啊，财也空空空啊，气也空空空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红粉佳人都是祸根，重则伤身，轻则伤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师父，请用茶，请用茶。您觉得我唱了？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您圆寂了，师父。你有没有把舍利子留下来给我？师傅，师傅在静坐的，什么圆寂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莫名其妙。就算师傅圆寂了，你怎么可以叫他等着烧我的舍利子呢？哎呀，我在等是等那个东西啊，真是。师傅，师傅，我来也三十几天了，您是不是先教教我？开开天眼啊，打通任督二脉，不然我都没学。什么打通任督二脉？来了才三十几天，三十几天算什么？师父光是在这座深山里面打坐，就已经超过三十年了。哎，三十几天。师父，您可不可以先教教我穿山甲？这个什么穿山甲？我还龟鸡麻了。穿墙术，穿墙术，真是朽木不可雕。穿墙木啊，穿墙术啊，哎，还有这个透视眼啊，师傅，师傅，干嘛学穿墙术做什么？隔壁村有个姑娘，她每次都在三更半夜洗澡。莫名其妙，口出狂言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跟师傅在这边嚼舌根子啊，赶快到柴房去睡睡觉去吧。师傅，那个三更半夜我每次睡柴房怪可怕了，是不是有鬼啊？会不会有鬼呢？哎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徒弟啊？我害怕，就是要训练你的胆量。头顶三尺有神明，若要颜值，不是这一句，若要什么？师傅，师傅想一想看。师傅，您继续想吧。若要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是是，你做了什么亏心事啊？我还目前还没有。那你是行得正坐得正，还怕什么呢？到柴房去睡觉去。哦，空庭飞作柳荫高台奏着笛声，过去一点。板儿敲着三更，唱小声一点。混蛋，这是莫名其妙。那我不能去睡吗？怎么会有你这种人？裁缝好可怕、啊！怎么去？滚回去睡觉。
莫名其妙还叫我过去一顿，目无尊长。我睡边边好不好？哎，你要是真的不敢睡，就在席地而坐，陪师父一起吟诵。空庭飞着柳莺，嗯，你没听到有人敲门吗？没有。啊，师傅，师傅，三更半夜怎么有人来敲门了、啊？师傅，哎，这个有人敲门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啊。可是那么晚了，你又害怕了吗？嗯、师傅的道行已经到达某一种境界，是人是鬼我还不知道。哎呦，赶快提个灯笼去看看是什么情形。你去吧。哎，不要，我去，我去。真是，谁呀？三更半夜敲门，真是。七爷，您饶了我，您饶了我，我上有老母，下有老母，不，上有老母，下有妻，你不要吓我，我不想那么早死啊。切，想必小道长是误会了啊。那小生乃赴京赶考，途经贵宝地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啊。一夜行来数十里，突见此处有些许的灯光，想必此处应该有人，想来此借宿一宿啊。你是人啊？我当然是人啊。哎，那三更半夜装神弄鬼的，你要吓死人啊，来干什么？想必是小道长误会了、嗯、您就有所不知啊。啊，夜深沉来无人言，吓得我胆战心寒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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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住就借住吧，还讲那么多，也唱那么长，真是是。所以想向小道长叨扰一夜，在此借宿一宿。嗯，这个事情我没办法做主的了，这个问我师父。哦，小道长还有师父在此。那当然了、啊，那是不是烦请小道长带路，让我当面向师父请求？嗯，看你不像个坏人，好吧，跟我走吧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走好了，师父、啊。师傅，有人来啊！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有人来了！师傅，哎哎，公子这边请。哎哎，
师傅，有人来借宿。啊，师傅，蒙小道长引荐，特来拜访师傅。公子，请了。好说好说，来，请坐。还不赶快帮公子把书架拿下？哦哦哦。哎哎，多谢小道长。啊，公子请了。谢师傅。公子深夜造访，此乃机缘一段。不错，看公子是个读书人，应该八九不离十吧。是的，小生苦读诗书，今日赴京赶考，途经贵宝地，算是有缘呐。看公子相貌堂堂，气宇不凡，此去功名有望，一定能金榜题名。多谢师父夸奖。公子啊，那你如果不介意的话，这个禅房就给你使用了。哦，不不不不不，多谢师父。难得有人来，跟我到禅房一块睡，好吧？哦，哎，徒儿。看人家读书之人，岂可以跟你在柴房里面鬼混啊？好久没跟我到上房去啊，师傅。我来了三十几天，还不知道这里有上房啊。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啊。哦，还有暗岗啊。我的天哪！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好了，咱们唱完了，该下车了。是啊。哎呀，你们两个来看，那夜色是多么样的美丽呀！今天晚上，哦，我想到再过两个礼拜就是我的寿辰了，不知道你们两个有什么打算没有啊？老二，老二，你在这里呢，我先祝你万寿如江，永远都很美丽。那句话叫万寿无疆，对，不是如江啊。那小倩我呢，就给你去抓一个这个生猛的男人，让你大快朵颐一番。好好好，还是小倩对姥姥好，姥姥就喜欢生猛的，越猛越好。姥姥，我上次也有抓给你呀、啊，上次有抓给你过、啊。你上次抓给我的那个干没好乖哟、哦，啊？那个嘴嘴皮跟他聊聊聊，跟他干嘛皮的？你看你干没加哟？就是嘛。是不是？那是小倩，每次找来的都是生猛有力的那一种。记得啊，小倩。姥姥最喜欢吃肝，还有吃那耳朵，哦哦，花火架给买晒了。还有那脚，脚的部分要处理好，要是没有处理好那个脚皮的部分的话，那吃下去会得香港嘴啊，你要注意这一点。是姥姥，千万要记得，什么事情要跟小倩姐姐好好写啊。姥姥这些年都把这个心血通通交给你们两个了，知道不知道？我一定会好好学习。知道就好。嗯。怎么了，姥姥？你是不是鼻窦炎犯了？不是不是，今天的味道不一样。什么味道？哦，平常那两个臭皮老道，那两个一天到晚都不洗澡的那个味道，我最知道。今天这个味道是新鲜的。清新，哇，一
定是很爽口的那一种，是年轻人又 gay 哦。你要有生人呢。等一下，这个年轻人闻起来细皮嫩肉，气宇轩昂，四肢发达，头脑聪明，而且他是七不能言，五不能思。这样的男太补了。好了，那我去抓给你，好不好？你去抓给我？对啊。你凭什么去抓给我？以你的功力，最多去抓点嘎抓老鼠回来。回来以后呢，你自己把它泡药酒去喝，你去喝就好。姥姥不喝那种酒，姥姥都喝 XO 的。小倩，我看这样子，还是你的身手矫健。以你以前过去的辉煌的战绩来看呢，还是你去帮姥姥搞定，把这个年轻人把他带回来啊！是姥姥，我一定不让你失望的。你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，You are my hope。那姥姥就回去了。是姥姥。你该说什么？恭送姥姥，姥姥您安好。北村，备好了，恭送姥姥。姥姥小心。Music。不要让我从哪里来？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不要笑，小倩。是姥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的脚好疼，我的脚扭伤了。伤害他呢，姑娘。啊，你独自一人在自言自语说些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相信有一见钟情这种事情吗？相逢自是有缘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可是姑娘，你为何双手如此之冰冷？实不相瞒，妾身乃非人杨氏之人。姑
娘，你的意思是，你不是人，真是，你是鬼。你没有骗我吗？你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只是小女子有一事相求，请公子帮忙。你说吧，你说吧。妾身是鬼，我的骨灰坛就葬在这棵树后面，因为长期让姥姥控制，无法翻身，麻烦公子在太阳下山之前把骨灰坛拿出来好好安葬，我就可以投胎转世了，请公子帮忙。你真的不会加害于我吗？公子你不要害怕。那现在这个时辰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当然是越快越好。那我们就赶快去吧。好。在哪里？就埋在那里。啊，他是谁？哇，姐姐，妹妹，你怎么这么大胆，竟然敢背叛姥姥的意思？姥姥不是来抓他的吗？可是为他谈恋爱呢？可是这位公子他气宇非凡，他宰心仁厚，心地善良，你还特别背着姥姥，叫他把你骨灰给挖出来，该糟了！我现在就告诉姥姥。哎，妹妹，不要，求求你不要，妹妹，不要，不要啊！你救救我，救救我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她是我妹妹。什么？她是你妹妹？那她也是鬼。所以公子她回去之后会告诉姥姥，不但你完蛋，我也完蛋了，我会被姥姥抽了筋扒了骨。所以事不宜迟，我们赶快走吧。是谁啊，那么乱吵个不停。哎呀，扰人清梦啊。淑珍啊，我师父不是叫你不要乱跑吗？怎么你还乱跑嘞？哎，真是的你！哦，原来啊，不是的，我怕说了会吓到你。这位姑娘，我是被吓大了。她是谁啊？这位姑娘她不是人，她是鬼来的。她是鬼啊！我比鬼更可怕了，来这一套，怕我抢啊？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假装来面熟，原来在外面乱搞。姑娘你好，你好，我叫孔锵啊。我小道士啊，他真的是鬼来的，他的骨头还在前面那棵槐荫树下呢。啊，他骨头在槐荫树下，我骨头还在樱桃树下呢，来这一套，不要少来了。小姐，我们里面多坐嘛。他真的是鬼呀、啊！不要骗我了。我没有时间跟你鬼混了，公子，我们赶快走吧。小姐，不要去，不要去，公子，不要去！你干什么？你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还敢抓到我们的小倩？站过来！大婶，您真客气。大婶，大娘，您真客气，来了一个，又带了一个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一个是沉鱼落雁。一个是倾国倾城的哦，哇，报喜了，报喜啊！你为什么知道倾国倾城就停了？到这边呢？说，大娘，你是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呐、啊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勉强也可以接受了。怎么说你不挑吃？啊，我不挑吃，我不挑吃。你没经验，没经验。这两个随便你选一个都可以。我都没晒，我都没晒。你觉得我也是风韵犹存？你也可以接受嘛？来行领大官。你们过来 ，Come on， 现在过来。什么事情啊？
小道士，小道士，你醒醒！小乐，他死了、欸，死了活该！这种好色徒死了活该！好了，他血好不好喝啊？从来没有喝过这种血，怎么了？尿酸过高，胆固醇的指数已经超过240 ppm 了，真的、啊，而且伴随着有心脏瓣膜脱垂的现象。啊，这怎么办？搞得真的受不了，觉得肚子有点疼。怎么了？没开始，没开始。还好吧，姥姥。哦，有一个健胃潜藏的药。这个小道士已经解决了。哎、现在该换你这个书生了。姥姥，不要，不要。书生，师父，救命啊！姥姥，大师，不要，怎么不要？姥姥，大师，救命啊！姥姥，救命啊！大师，不要！大师，救命啊！赶快到我身后来，又是千年老妖，哈，还伤我一名徒儿，啊，等一下再跟你算账。没想到老妖突然，师父，怎样？你给我站起来！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我告诉你，老妖这样对你还算是下手很轻啊。怎么说呢？前面有几个客官来我这里借宿，他都是包邮啊。不能再吃了，把我的家伙。好了，怎么办？老妖，我念你有千年的道行，没想到你三番两次在那里妖言惑众，夹带着你千年的妖术，不断的残害生。今天就是你大限来到的时候。牛皮老道，你笑死人了！你的道行未必在我之上，要气挂嘛就怎样了？你们两个人可是心甘情愿跟着老妖？但是他们是被逼的。公子救我！他们是被逼的。这种话，谁是被逼的？那个姐姐，为什么可以证明他是被逼的？他骨头还埋在那个樱桃树下，赶快把那个骨头拿出来看看。哦。本道士也不滥杀无辜，只要有心向善。快拿这边，小倩，这可是你的尸骨啊！是。比照一下。好，小倩还有一丝善念，本道士就饶她不死。但是这一个，大师，我也是被逼的，劝饶了我吧。老妖，你作孽多端，还不纳命来？大师，其实我也是被逼的，简直是强词夺理，太恶心了。让你看看我的掌风。千年妖狐的救星究竟是谁？奥利给！